我介绍你，新高中的高材生哦，翁景惠。特别来跟我握手。哦，中研院的院长。对，翁景惠院长。翁景惠亲戚啊。 六叔，哦，亲六叔，哦，亲六叔，六叔啦，六叔啦，哦，原来这高人，爸爸的弟弟，啊，那那望族的，这样大家，弟弟是博士，他们家阿公阿祖，那还要一堆博士，哦，那也这样，这样子哦，一堆博士哦，去美国，是我在里面演讲，我亲，我看得准呢，哎，看到博士，哦，喏，哦，哎呀，有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啊，啊，有个做给带，做给带，人家我们没有赚到什么。 赚那没有空了，做给代理了，啊，那这是谁帮他做的画册？文化大学。哦，文化大学，他在文化大学当助教的。哦，有高材生，北大，已经这么久了哈，啊，那应该可以当讲师上去，他就哦，高材生，哎，卡在那个学位啊，博士学位，啊，那难道？哦，还在修博士，哎，那修博士要花很多时间呢。对呀，他去找那个研究题材，你那博士就被人家干掉了。哎呦，要要要，是被那个人家撞了，早去教堂了，早就你那佛堂了，他是被撞的。对呀，被那个车，你也养得大道，哎呦，你家蛋，还可以在货车底下挂了。 哎呀，现在也挂了哟，好像死了四个人。哦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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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也挂了